好，那现在就交由讲者开始，开始分享。好、呃，是要用麦克风。呃，这个，这个，这个。好，好，大家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 Deploy Rails App with Traffic and Docker Swarm，然后并且利用相关的 Gem 来简化我们 Rails App 的部署流程。然后左边，哎、欸，左边，右边，右边的那个 QR code 是这个 PPT，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下。 好，都扫完了吧？那我要进下一页喽。好，那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那我的名字叫简乔恩，然后我目前是就读正大资管所硕二，然后目前也在吾倍红宝石担任后端实习生，大概有一年的时间。那之前有参加过青年学生体检政府网站的计划，然后。 更之前有参加過，就是有担任前端实习，也是大概九个月的时间。好，那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议程的大纲。那首先我会先介绍我们的今天会用到的工具，然后接下来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整个部署实作的流程，然后后面三个部分三四五这三章的呃结构是根据部署的流程下去做分呃。 做切分的。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先设定我们的 Rails service 跟 Traffic 的 service。那第四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要设定我们的虚拟机，就是我们是架在 AWS 上面的，那我们就是设定 AWS 部分。然后第五个部分就是把我们的就是部署的指令全部都自动化，然后用 GitLab Runner 来帮我们做执行。然后最后一个部分是其他相关的补充议题。好。 然后先带先带一下工具介绍的部分。那工具的话，我会主要 focus 在 d a、er、s a n 跟 Traffic 上面。好，那先介绍一下 d a、er、s a n 的架构。那 Dask 算、er、它基本上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 cluster。那这个 cluster 里面它会有两种节点，一个一种是就是我们的 master 跟 work，另外一个就是 worker。那 master 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到多个的 master。那 worker 的话，就是可能会有零到多个。那 呃，在这边我们的就是每一个紫色的这个框框都是一台实体的机器。那在每一个实体的机器上面都会有一个 d a r k e r Daemon。那我们要怎么对把我们的 Application Deploy 上去呢？就是我们会透过 d a r k e r Client 向我们的 Master n o d 去发送 Deploy 的 Request。然后这个 Master n o d 再在根据它身上所有的 Schedule r 跟 Discovery Service 来透过我们 d a r k e r Daemon 对这些 Workers 做操作。 好，然后这些就是，呃，实体机器上面也可以，就是个，就是上面的这个一个一个小框框，就是可以开多个容器的意思。 好，然后简单介绍一下它的 features，然后还有它怎么，它要用什么东西来帮我们做就是 deploy 的动作。那 feature 的话，Docker <music> 它可以，它主要是可以达到 scalability 跟 availability 的这两个效果。那 scalability 的部分呢，就是它可以自动在空间足够的 worker 上面，就是开启新的 container。那 availability 的部分呢，假设我们今天是以一个更新 app 的情境当做当做例子好了，就是它可以帮我们 tra，呃，Docker s 可以自动帮我们 就是绕到新版的 App 上，然后它也支援建立式的取代，然后达到就是降低刀 Time 的效果。然后在第二个部分就是呃 Deploy Tool 的部分，那其实基本上 Docker 呃 Docker s w a n m 它必须要用 Docker、er、St Stack 这个工具，就是 Stack。 这个是这个工具来 de ploy, 做 deploy 动作。那 d a c k e r Stack 它其实就是一个进化版的 d a c k e r Compose。那接下来我就是稍微比较一下，说 d a c k e r Stack 跟 Compose 它们的差异跟就是相同的地方大概是什么样子。那 <coughs> 第一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们都是使用 d a c k e r Compose 这个 YAML file 来进行 deploy 的 configuration。但是 d a c k e r Stack 这个东西它只支援到就是呃 Compose 的版本三以上的的。 就是版本对，然后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就是 Docker Stack 它没有办法 build image，就是它你在用 Docker Stack 做 deploy 的时候，你必须要用已经存在的 image 来做 deploy 这件事情，然后而且它只能就是用 Swarm 这个架构来做 Docker 呃 Stack deploy 这件事情，对，然后最后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说，Docker Stack 跟 Docker Compose 它们呃 Stack 的部分它可以支援多机器的 deploy，但是 Compose 的话，它只能支援单机器的，因为 Stack 它可以就是透过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Docker Daemon 来对其他的机器进行操作。好，然后接下来是介绍 Traffic 的部分。那 Traffic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诶，对，它本身就是一个 Reverse Proxy，那它可以拿来做 l o w Balancer 的角色用。然后第二个，诶，第一个它的好处就是说，它跟 d a c k e r 是高度整合的。然后 呃，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compose file 里面就直接定义说，哦，我们的 traffic 应该要根据什么样的 rule 来进行我们的 reverse proxy 的 routing，然后第二个好处就是。 Traffic 它可以帮我们向 Let's Encrypt 自动申请 HTTPS 的凭证，然后第三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如果有新的 application 需要 Traffic 来帮我们做 reverse proxy 的话，它不需要重新启动，它可以直接把它挂上去，对。然后最后一个好处，呃，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reverse proxy 跟以往的 reverse proxy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往我们在设定 reverse proxy 的时候，都是先把 Application 开起来，然后才去设定哦，我们的 Reverse Proxy 要怎么做 Routing。但是 Traffic 它是先把 Reverse Proxy 先开起来之后，才把我们的 Application 挂上去。对，就跟以往的呃以往的操作步骤不太一样。好，然后就这边简单带过一下我们会用到的服务。那这呃 AWS 的服务，那我就是会用到 EC2，然后还有它的 AMI 跟 Template。然后路由服务的话就是我们的 Route 53。然后接下来就是。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部署时，在部署的时候的实做流程。那我自己在做，呃，我自己在实做的时候，就是呢，我会先在本地端确定我的 production 的 rails app 是开得起来的，然后再去做 docker compose 的 build 跟 up。那它可以，就是我的专案可以 docker compose 呃，把它开起来之后呢，我就是我就进去我的我开好的 ec2，然后去设定 ec2 的环境，然后把 d o c k l a s w o r m 开起来。 然后把我的 traffic 跟我的 application 都 deploy 上去。那在我的 EC2 里面做完，就是可以确定它可以就是部署了之后，我再把它就是部署的那些步骤，我就把它转成就是 g i l a b Runner 的执行的脚本，然后帮我们把部署的动作全部都自动化。然后接下来就是整个操作流程的顺序，就跟刚刚说的一样，就是。 呃，我会先我会先把我的 traffic service 部呃 deploy 起来，就建起来，然后接下来就是建起来我的 real service。那在确定说我的 traffic service 跟 real service 的设定档都做完之后，我再去开我的 AWS 的环呃的机器，然后去应一下环境。然后接下来最后就是把我的部署脚本全部都写在 g 呃 g i t l a b Runner 的那个脚本里面。那其实基本上我们的部署的步骤基本上都是写在呃。 Galer CI 的这个档案里面，那它这个你档案里面做的事情呢，就是下面的这一块，这一呃这个流程图，对，呃首先我们会，因为我们需要用 Dark Swan 跟 Traffic 这两个工具，那我们会需要先把 Dark Swan 开起来，然后要特别去设定说它的子网域不要跟我们 EC2 的子网域撞在一起，不然它會连不到外网。那接下来设定呃开起来我们的 Swan 之后呢，我们就是设定我们 Traffic 要用的那个 Public Network。 然后设定完 public network 之后，我们就指定说 traffic 它永远都要 deploy，呃 deploy 到同一台机器上面，还要用同样的 volume 去存取我们申请的凭证。然后接下来就是把我们的 traffic 做 deploy。然后 traffic deploy 完之后呢，再把我们的 application，就是最后面这边，再把我们的 application 做 deploy，做 deploy 的动作。好，然后接下来就是部署流程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设定 traffic 跟 rails 的 service。 那第一个就是先设定我们的 traffic service 嘛，那因为我们的 traffic 跟我们的 application 它其实是分开的，所以我们的 traffic 它需要有一个自己的 stack 的设定档，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compose file。那这边我就把它命名叫做 traffic 点 yaml 这样子，然后。 这个亚模档下面会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定要设定我们的 public network，然后这边我就取名叫做 traffic public，然后要设定它是 external 的，这样子我们的 real app 才有办法把它挂在我们的 traffic service 上面。然后接下来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 volumes，那 volumes 的部分呢，我这边叫做就是 traffic public certificate，然后用来存取就是刚刚我说的、嗯、类似 inquiry 申请的那个凭证。 哎，对 h t p s 的凭证，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service 的部分。那主要的设定都是放在 service 这一块。那它会分成 command 跟 deploy l a b e l command 的部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设定，说我们的 traffic 它支援什么，呃，它开在什么样的模式下面。那我们要怎么把它开启？然后 deploy l a b e l 部分就是说，哦，因为 我们的是呃，我们的我们想要有开 reverse p r k 这个 reverse proxy 的 dashboard，所以我们要支援说，哦，那我的这个 reverse proxy 呃这个 dashboard 要怎么做 reverse proxying 的动作，就是它后面的那个 routing 的 rules 是设定在 deploy level 里面的。那在 command 的部分呢，就是这边我们要设定说，我们的 provider 是 d a r k e r 然后有开启 swarm mode，然后要设定说我们 HTTP HTTPS 的 entry point 是哪一个 port。 然后还有就是设定说，let's encrypt 申请凭证跟储存凭证的一些相关的东西。然后还有设定我们的 DNS challenge 跟 DNS challenge provider 是 r o u e 3然后 deploy 的 deploy label 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要设定这个 service 它有开启 traffic，然后要让它加入我们刚设定的那个。 刚上面这边设定的那个 traffic p u b l i c 的 network，然后还要设定说哦，我登录这个 traffic dashboard 的账密，然后还有说就是 h t v 跟 h t v s 的 host，然后还有它如果我们用 h t v 打到我们的这个 host 的话，那它要自动把它转成 h t v s 的 middleware，然后。 这边这个 low balance support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 traffic dashboard 它其实是开在我们这台机器的可能8080 80 port。那它打了这一个上面这个 host 之后，我应该要把它直接导到8080 80 port 的这个就是设定，对，好。然后最后就是设定，就是 wildcard、well、验证过的 domain。然后，诶、欸、这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设定档，就是。 我的专案架构大概就是长这样，上面这一段就是基本上都是 Rails App 可能会有的档案。那这边因为现在在讲 Traffic 嘛，所以就是先看一下 Traffic 里面有哪些东西。就是这边我们会有我们的 Volumes，就是刚刚说存放凭证的地方，然后还有 Network，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Public Network 的设定。 然后下面这边就是我们只会有一个 service，就是 traffic 的 service。然后这边要比较特别注意，就是刚刚说的那些 deploy label，那就是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设定 deploy label，就是可以看到说这边就是设定要开 traffic 嘛，然后要开启那个加入 traffic public 的那个 network。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就是登录的账号密码，然后就是跟刚刚讲的都是。 对应的这样子，就是它的格式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 command，就是我们要怎么开启 traffic 的部分。那 command 的话就是设定 provider s d a r k e r 然后要开启 swarm mode。然后刚刚说的 entry point 跟这一段就是设定那个凭申请凭证的部分。对，好，大概是这样子。好，然后下一步就是，呃，因为我们要开启我们的 就是 Rails app，那呃 Rails service，那我们也会需要帮我们的 Rails 做一个打包的动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写我们 Rails app 的 Docker file 嘛。那但是我的这个 Rails 的 Docker file 的话，我是用这个 Boxing 的 Gem 来帮我做生成的。它会，那这个 Gem 它会依照我现在这个 Rails project 里面的 Gem file，还有它的 configuration file 来去决定说我应该要怎么样生成我的 Docker file。那 在这一个那在这个卷下面，就是为什么我要利用它来帮我生 dark、er、file 呢？第一个，它可以帮我降低就是我自己在开发 dark、er、file 的时间。那第二个原因是说，就是这个作者他有特别把就是呃这个这个 dark、er、file 他有就是特别把它写成就是最佳化的容器，就是这样子。我们用这个卷生出来的 dark、er、image，它的那个它占的空间也会比较小。 对，然后下面这些下面这几点就是这一个 Gem 它可以设定的一些项目。那我这边有特别设定的，只有说我要用我要另外再用 Node.js 的 package 跟 Python 的 package。然后我这边要就是在这一个 Dockerfile 里面就直接做 SAP compile 的动作，就是这边。然后这边再补充另外一个 Gem，就是这个 OpenBox。那这个是也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就是说呃。 OpenBox 它就是一个自动，也是一个自动生成的工具。那它是自动生成 entry point。然后如果你今天是使用，就是你今天如果有用 Boxing 这个 gem，然后再加上 OpenBox 这个 gem 的话，它在就是生成 Dockerfile 的时候，就会帮你把你的 entry point 自动指成 OpenBox 生出来的那一个 entry point。对。但是因为我这边就是没有用到这个 gem，所以就大概简单介绍到这。 然后接接下来就是除了我们 Dockerfile 之外的其他设定。那在 Docker Compose 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 Service 会只有，就是目前就是 Demo 用的就只有只有开三个。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Rails Application 的这一个 Service，然后第二个就是 Redis，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p o s t g r e s 那 除了这三个 service 之外呢，我们还有下面的这两个，这个 network 跟 volume。那 network 部分就是只会开一个 net 的 network，然后让这三个 service 能够互相联系。然后 volume 的话，就是也是要看各个专案。然后这边就先带过这样。然后在我们设定好，哎、欸，然后接下来就是设定说我们的 Rails project 它在 deploy 的时候。 应该要先做好什么样的准备？那首先就是我们的 Rails project，它在上 production 的时候一定要 Rails master key，就是它生成 Rails master key。然后在刚刚设置设定 application service 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指定我们 database 的 URL，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呃 Rails app 它才有办法正确的读到说，哦，我们的 DB 其实是挂，其实是要用 d a c k e r compose 它生出来的 Postgres service 的。那它的 就是格式大概就是长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格式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然后在我们设定完，就是这边都是 application service 的呃 application service 跟其他我们会用到的 service 之后，都设定完之后呢，我们再把我们 traffic 的设定把打把它加上去。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也要把我们刚刚在 traffic 那边新增的 traffic public 的 network，把它加到这一个大概 c、er、compose 的的 network 里面。 然后这边要特别注意说，只有我们的 application 才能加入我们的 traffic public 这个 network，然后其他刚刚说的这两个 Redis 跟 Postgres，它们都只能加入 net，所以这样子我们的 application 会有 net 跟 traffic public，然后 Redis 跟 Postgres 只会有 net 这个 network。好，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 Redis 跟 Postgres 就是对外开放这样子。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一样也要加入我们。 Traffic public certificate 这个 volume 来存取我们的凭证，然后 service 的部分的话，跟刚刚在介绍 d a c k e r 的，呃、欸，刚刚在介绍 Traffic 的 deploy se deploy de labels 一样，就是设定那些呃 reverse proxy 它们要怎么做 routing 的规则。好，然后这边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最后，呃，我们最后的 d a c k e r compose 会长什么样子。它会在。 好，这边可以看到说，就是我们的 network 有除了 net 本身之外，还会有刚刚就是新增的 traffic public。然后 volumes 的部分呢，就是除了我原本这个专案要用的之外，还会有一个 traffic public certificate。然后 s e r v i c e 的部分呢，就是这边有 redis 跟 postgres，然后还有我最下面的 application 的设定。那 application 的设定就是这边在 environment 就是要特别注意，就是要加上我们刚设定的那两个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 deploy labels 的部分，就是一样也要加上刚刚在 traffic 上面说的那些呃 routing 的设定，就是我们要开启我们的 traffic，然后加入我们的 traffic public 的 network，然后还有设定我们的 host 它、啊、然后还有 redirect e middleware，然后还有一些验证跟就是 domain 设定这样子。好。好。然后。 好，在我们设定完我们的 configuration files 那些那些答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开我们的机器了。那在开机器的部分呢，因为根据我们在最前面说的那个那颗 Swarm 的架构来说的话，我们会有两种节点，那一种就是 Manager，另外一个是 Worker 嘛。那他们两个用的东西基本上都一样，但最差的差别就是我这边有标出题跟底线的地方。那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 Manager 他都会他会需要 GitHub Runner 来帮我们执行，就是自动化部署的步的动作。那在 Template 部分呢，除了我们要预设开启 d u c k e、er、n g i n e 这件事情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使用同样的 Security Group，然后开启一样的 Port 来让他们就是比较方便通讯。然后在 Manager 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另外再给他 SSM 的 Permission，还要给他 r o l 3三的 Permission。 然后让我们可以就是对它连线，然后设定我们的呃 DNS 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是开好机器之后，我们可以去绕五三的 host zone 下面设帮我们的 EC2 的 IP address 设定它的 A record，对，好，这边就这样，然后最后就是设定 g i t l a b Runner 的部分。那在我们开好我们的 Manager 的 EC2 之后，我们可以进我们的 Manager 里面去下。 大家可呃去下 register g i l e b r u n n e r 的这个指令。那下了这个指令之后呢，他会问你大概七个问题。那前面两个问题就是会在这个这个开一下界面看，就是他前面两个问题会问你说你的 g i l e b 是挂在哪里的，然后还有你的就是加入就是注册 g i l e b r u n n e r 的那个 token。 然后它会在这边，就是你的 g i t l a b 右边会有一个 Settings，然后 Settings 下面的 CI/CD，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Runners，然后你把它展开之后，你就可以指定说，你就可以把你呃，你就可以看到说你要怎么注册一个 specific 的 g i t l a b Runner，然后 for 这个专案用，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就是注册教学，然后你就把这个东西跟这个这两个东西把它贴到他问你的问题上面，就就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还会问一些，后面还会问一些，就是基本设定的问题，像是就是你的 tag，你的 g i t l a b Runner 的 tag 要叫什么？那这个 tag 就是要特别注意说，说它要就是你要记得它的名字，因为后面的后面我们在执行呃我们 pipeline 里面的 job 的时候，都是用这个 tag 来指定说，哦，我这个 job 要跑在这个 tag 上面，呃，跑在这个 runner 上面。对，它是用 tag 去指定我们的 runner 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我们使用这个 呃 d a c k e r s w a r 的架构下的话，我们这个 g i l a b Runner 预设的 d a c k e r Image 要使用这个 d a c k e r with Compose，因为后面我们的 CI 里面，呃，我们 CI 的脚本里面会做就是，呃，帮我们做 Build Image 的动作。那 Build Image 的动作，因为刚刚说过嘛，Stack 它没有办法做 Build Image，我们需要我透过 d a c k e r Compose，或者是另外自己在 Build Build 它的 Image，所以我们这这个地方就使用就是 d a c k e r with Compose 这个 Default Image。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我 g e y l a b CI 里面的介的的的,的设定。那这边我主要就是参考 d a c k e r Swarm Rocks 的这个网站下面提供的范例。那这个 CI 里面咳咳，这个 CI 的设定里面呢，它的 stage 分成两个，第一个是 build，第二个是 deploy。在 build 的部分呢，就是刚刚说到的 d a c k e r Compose build，然后帮我们把 所有需要用到的 image 全部都 build 起来，然后在 deploy 的部分呢，就是使用 d a r k e r Stack deploy，然后就是后面就是指定我们的呃就是 stack 的那个设定档，然后还有最后面就这一段就是设定说，哦，我们的 stack 要叫做什么？像这边因为我的专案名称叫 Task Manager，所以我这边就放 Task，然后接下来就是剩下 only，呃，就是比较需要注意的有 only 跟 tags，那 Only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指定说，哦，这个 job 它只发生在某一条分支上面，或者是 GitLab 的设定的某一个情境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Tags，就是刚刚说的，我们要指定说这个 job 要发生在哪一个 Runner 上。好，然后最后就是说，因为根据我们前面有介绍到的 Deploy 的步骤，我们在前面这四步需要先把我们的 Traffic 建起来，所以，呃，而且我们。 不希望我们每一次把东西推上 g i l a b 的时候都重新开一次我们的 Traffic，所以我这边做的解法是说新增一条叫做 Traffic 的分支，然后把开启 Traffic 这件事情放在这条分支上，只要这条分支被推上 g i l a b 之后，它才有帮我，它才会帮我执行就是这一这一段就是设定 Traffic 的部分，所以基但基本上就是这条分支你只会推它一次，因为你的 Traffic 它只会就是被 deploy 一次而已。 对，然后在那在这一个 traffic 的 job 里面呢，它里面做的事情就是前面这四段的事情，就是你要先开启一个 slot，、um, 那就是开启 slot、um、的时候要注意说它的 subnet 要就是特别就是设定不要是十点零点零点一，因为那样子会跟 E C two 的 subnet 在一起。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启我们 traffic network，就是。 刚刚设定的，刚刚有刚刚在设定档里面 tra, 写的那些就是 traffic public 的那个 network，然后接下来就是指定说，哦，我的 traffic 它要部署在同一条、同同一只、同一个节点上，然后使用同一个 volume，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可以用 docker stack 然后 deploy traffic 到这个 swan 里面。好，哦，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稍微看一下我们最后的 gilipci 会长什么样子。 它会在，对，它会长这样。就是 stage 的部分呢，它就是只会有 build 跟 deploy。然后 build 的部分就是这边 script 的部分就是只有 build image。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 s e p r e compile 是做在我们的 docker 呃、uh, docker file 里面，然后它没有把它拉出来变成另外一个 job 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 build image 的时候，必须要给它 real master key 的这个才这个 variable，它才能帮我们做 build 的动作。 然后这边是设定我们的 deploy traffic 的部分，那就是刚刚说的开启 swarm 跟后面的设定跟 deploy，然后就是它只发生在 traffic 的 branch 上面，然后最后就是 deploy application service 的部分，就是 docker stack deploy 这样子。好。 然后最后就是到这个步骤呢，就是你会把你的 Docker s w a n 跟它的 Manager 都设定完。那这边就是在你设定完 Manager 之后，你要怎么把你的 Worker Node 加到你的 Docker s w a n 里面？那其实就是你回到你的 Manager Node，然后只要下这个找回加入 Swarm 的指令。 它就呃，你在其他机器上面下这个指令，它就可以帮你自动加入这个 Docker s w a n 里面。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会把它写在我们的呃 Worker 的 ECT 的 User Data 里面，就是前面这一段就是自动帮我们在开启机器的时候自动开启 d a c k e r Engine，然后下面这一段就是加入 s w a n m 的脚本，对，好。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相关议题的补充。那第一点就是，呃。 我们为什么要用 Docker Swarm 这个架构？那它跟我们一般之前就是直接部署到某一台虚拟机上面，它的差别是什么？那第一点就是说，呃，啊这边我是跟 Kubernetes 这个工具做比较。那第一点就是说，Kubernetes 这个工具它就是 ploy, 直接 d e 在某一台就是虚拟机上面嘛。但是问题是说，假设你今天你的机器上面可能会就是想要开多一个呃多个服务的话，那你们的环境是没有做区隔的，所以你们的环境有可能会。 打在一起，所以你的一台机器可能就只能开一个，呃，一两个服务这样子。但如果你今天用大客说的话，像我刚刚就是最前面有讲到的那个架构，就是你的一台机上面可以开好多个容器，但而且你的容器里面的，呃，容器会帮你把你的 service 的环境做切割，这样子就可以提升你的那个资源利用率，就会比以前的那种部署方式还要再高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架构它是可以利用在 g i t l a b 的呃 merge request 里面，就是呃这个东西，这这机制叫做 review app。那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次在你的 g i t l a b 里面，只要有你的你的 developers 有发一次 merge request，那这个 g i t l a b g i t l a b 的 merge request 就会帮你长出一个 review app。那这样子在我们开发的流程里面，我们 PM 也可以直接对我们的 呃，merge request 开的那个 review app 做检查，就是不需要等到说哦，我们的 merge request 已经被合到 main branch 上面，然后才发现说有一些 feature 有出错，然后还要再做就是后面的后续修改，对。然后这边另外一点就是说，呃，因为我们每一次发 merge request，它就是它都会开，它都会建一个新的 review app。 那在建 review app 的时候呢，我们在每一次建 review app 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需要一些预设资料。那这边就是用 r o s 里面的 c d a t a 嘛。但是，呃，因为就是那这边我们就是会用说 maintenance ain task 这个 gem 来帮我们做每一个 review app 的呃 C 的 d 的动作。对，然后最后就是说，其实呃公司的那些 review app 的设定有都有参考这个呃 Ruby GitLab CI 的模板。 那接下来就是介绍这个模板。那这个模板里面基本上就是根据，呃，我们在 production 上面可能会需要的 pipeline 做设定的。那它这边，它这个模板上面就是有先，呃，定义好说，哦，我的 stages 有哪些，然后我的这些 s t a g e 下面需要哪些 job。那就是 stage 有这么多个，然后我在这个范例里面用到的就只有这个 build 跟 deploy 这两个部分，然后。 它这个 template，然后还有提供一个就是那个 Swan 跟 Review App，就是用这两种架构的话，你应该要怎么去设定你的 GitLab CI，就是你的那个主设定档的参考的模板，对，好，然后它还有资源，就是如果你要用 S 三当 CDN 的话的那个就是设定的话，它也有资源。好，那。 这个那这个 GitLab CI 的模板的话，就是其实也简化了不少。我们就是要定义说，哦，我们的 Production Pipeline 要设定哪些东西的这个就是规划的时间，对。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a s u Pre-Compile 的议题，因为。 在这个我的就是在实作的部分呢，我是把 s p compile 这件事情放在我们 d a c k e r file 里面做，但是其实，在公司的一些进 production 的那个 CI 里面，它是把 s p compile 这件事情拔成另外一个呃 job 做。那我后来去稍微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发现说，其实呃我们可以利用 job，它里面会它下面会有一个就是算功能叫做 artifact，就是帮你把你这个 job 做完之后产生的。 东西把它存起来，然后你在后面的 stage，呃，你在后面的 stage 或者 job 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 artifact。然后用这 artifact 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重复利用你的，呃，你可以降低重复动作的那些时间，就是可以重复利用你的资源这样子。对，好，我的分享大概就到这边。那接下来进入 Q&A 环节。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踊跃举手发问。 做应用是会把，因为我的 traffic 设定是放在 traffic 那条分支上面做开发的嘛，那我自己在最后是把 traffic 这条分支合到 ma s t e r 上面，但是其实我们在扩大选的环境，我们自己在公司的专案是说，其实只是,是直接进 E C two 里面去设定 traffic 的那一个 stack file，就是不会再另外开分支做这件事情，就是这边就是我自己在摸的时候的。 哦，就是对我，因为因为那是就是整个十周年合，所以就是还在摸索，所以会有看起来有点乱。对，没有问题吗？还有人想要发问吗？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进入午休时间。然后感谢讲者简查安的精彩分享。 然后也谢也谢谢大家的参与，下一场议程会在一点半的时候开始，然后记得要准时回来哦，谢谢大家。